各位朋友，各位福友，现在我们所在的是米兰郊外几十公里的地方，是华人的商社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活动，就是米兰观音堂的开光典礼。今天早上8点钟，有很多人来自意大利的各地，包括欧洲的许多城市，都来到这里见证这个观音堂的开光的典礼。今天呢是阳光灿烂，可谓是福光普照啊，发喜迎门，来自各地人绕里而及的纷纷的走进这个佛堂，现在我们都走不进去了。看到这个盛况，是确实是非常的空前，非常是令人震撼。那么里面要究竟进行什么样的活动？待会随着我们的记者到里面再去看一看，走一走。盛况空前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些佛友几点钟就到这里来了？其实我们各国的欧洲各国的佛友从昨天都已经陆续到这里了，然后开始助缘，开始准备。然后今天我们早上10点钟开始上那个香开光，然后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在这边排队疏通，然后等待继续上香。福音堂的建立，对我们中国人华侨弘扬佛教理念、修身练心是起到一个很重大的作用。那么想问一下，你们在筹建过程中？做了哪些工作？我们大概花了3个多月的筹建，当然其中也有很大的阻力，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在观世音菩萨的保佑下，我们能顺利的建立了这个米兰的观音堂。就是我们中国人华人基本上在这边都是信菩萨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信男善女，真的很高兴今天的米兰的观音堂终于开光了。我们呢，米兰呢，意大利终于有一个自己的家了。真的，我发自内心的感恩我们的菩萨妈妈，感恩我们的心灵法门，感恩我们的师父卢俊宏台长。我去努力去做，为普度众生，去度更多有缘众生。非常的法喜充满，虽然我们都来自欧洲各个国家，但是我们都是心在一起，因为我们天下的就是学佛的佛子都是一家人。所以我们也很开心，能很荣幸来到米兰观音堂，能够助缘米兰观音堂的开光仪式。观音堂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，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观音堂，观音堂是我们的家。非常的欢喜充满，过来给观音菩萨拜，观音菩萨拜拜，拜全家人平平安，身体健健康康。家里很平安，我们的店里很平安，我今天开光，我们一家人都来，很高兴。我们手中拿的一个心灵法门的入门手册，是心灵法门的创始人卢俊宏台长啊，他曾经几度来到了意大利弘法讲法，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和轰动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些书呢都是免费机缘的。那么估计在今年的9月份，我们的卢台长呢要再度的来到意大利和广大的福友见面。那么如果他今天能进入到这个情况呢，他也感到非常欣慰的。那到目前为止，世界上有1000万的人信奉心灵法门，我们愿心灵法门发扬光大，恩照福友。